啊！咱各位同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咱这高级班的同志哈，肯付出时间、金钱，来这，还阁拼三工呢哈，无简单。那么，咱做为大家来拼哈。那么，我即马就进入咱的主题哈。完了，无啦你。唔是听袂到，若要听会到吼，爱摸摸那把呀，那把呀上大声，安尼有啦吼，听有啦吼，好，好啊，时间让我啦吼，好，好 ，OK， 来我今仔要讲这个目录吼，我尽量讲较紧的吼，看讲会完未吼，好，那么我即马先来自我介绍，嘿。大家知影我姓水边的番番，哦对，啊我原来原住民平埔族马卡道族对不？啊，即马有一个迄个叫做马卡龙对不？那么我到2006年7月份啦哈，那么我去平。甲阮爸爸摕迄个高血压的药啊，啊看报纸，啊看到有刊一篇小篇的迄个报纸，啊都咱林志先吼，伊有一个电台，啊佫一个机啊吼，是美国机啊，顶外有台湾，吓、啊、看看，这应该日军的吼，我先去甲转来听，哎，佫听来下呢，啊迄礼拜拜六拄啊伊伫高雄市迄个。目标吼，要办演讲，迄阵伊参加高雄市的市长的选举，哦，我就走去听。啊，我过去是资深的民进党，民进党拄成立的时，我就加入吧。但是真可惜，民进党来到西平德甲柯信荣做党主席的时，啊，一个讲要跟人啉和解咖啡，啊，一个要大胆西进。哦，柯信荣大胆西进，就是要甲台湾人的资金、技术、人才，拢去甲中国斗三工，啊，做出产品，甲回销转来台湾，供咱台湾的厂商。吼、哦，啊，所以我足无认同。啊，这个西平的，伊就讲要跟人和解口的，但你若想外国，我捌讲过228，中国人来。甲咱台湾人的精英，日本人开50年所训练的30000的精英，照命切拢差不多杀掉去。吼、哦、啊！伊杀咱台湾人，无甲咱回失的。啊！竟然咱这个台湾人的使命的，讲要去跟伊啉和解咖啡，伊无甲咱回失的，无甲咱赔钱。即卖用的叫做补偿金，唔是赔偿金哦。嗰是李登辉的时阵，李登辉出面。代表国民党回失的，啊！李登辉是日本台湾人呢，做咱家己的人咧，甲家己人回失的，佮开台湾人的税金钱咧，补偿也就是把的受害者，好、哦，这不符合程序正义哈、哦，不符合正义了哈、哦，啊！所以我对民进党作失望，所以开始也无咧参加民进党的活动，一直到建国党成立，那么。这个跟我的独派的目标作共，吼、哦，我嘛是独立建国一派。啊，伊目标作明确，伊跟他讲建国党，哦，我听了作欢喜啊，就随个加入吧。结果真可惜，民进党为着伊个人的利，迄、那个党的利益，因为建国党拢是高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吼、哦，拢是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律师，这拢这款的个水准的所组成的，所以民进党真烦恼讲啊，因的水准较低，拢一般的普通的百姓较侪，有可能会有取代，所以用伊用人头党员，你要甲加入，
丁酸那些干部，规个干部要换掉去，等于要渗透成功，哦，加入到要一千人里边。所以建国当阵一直消防的，准无啥物作为。当初呐，民进党来跟建国党来合作，建国党遐教授学者专门来写论述，吼、哦、啊，民进党去行街头运动，啊，也是参加因体制来管市长、立法委员、管议员来选举，迄足好个嘛。但是民进党都为着伊苏联党个利益，无安尼做、啊，所以。真正日本人较早来统治台湾讲啊，台湾人真正放牛交叉袂做伙，吼、哦，惊死爱情佮瘾做官，哦，这日本人甲咱心理掠了足好个，吼、哦，较近中国国民党嘛是用这部咧甲咱管，哦，所以做安尼了，我也无，煞无伊无我，吼、哦，对政治这方面煞阵活了一直练去。一直到我头拄讲的，哦，差不多七月底听秘书长演讲，吼、哦，啊，但这进程吼，我就看了这支机啊，啊，未听演讲的时候看了，因为我逐天拢爱为中正路遐，高雄市中正路开车去屏东，吼、哦，我农场遐上班，啊，因为咧做捷运迄中正地下道煞崩去啊，煞无倒去啊，阵塞顶悬。啊！这另外另五号一路一路看了这支机啊，我那像你拢只摆只大机啊，嘿！我想哦，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的款。我就是安尼想嘞。结果七月底去听秘书长演讲，伊那职工伫遐分着只分这支机啊，啊！这秘书长去讲好，听着有够欢喜，台湾真正有生路啊，吼，有前途啊，所以我迄个机啊，我举来一家欢喜个。我为迄天，佮对政治佮热开，安尼发烧烧到39度，佮真阿袂退烧。嘿，啊，我相信恁啊，有听标准头拄安尼讲吼，初级班佮即摆听，若听伊咧讲，哦，伊作为一个渲染感染力吼，本来敢若讲咱都啊作实际啊，啊，听到伊敢若阵会活起来。哦，伊都迄款的魅力吼、哦，所以这真正是人才，咱台湾何其有幸，有咱林志祥秘书长吼，替咱找到这个法律的台湾的国际路。好，啊，咱即马来进入主题吼，过、哦、来复习一下。好，马关条约吼，伊、哦、就讲大清的大皇帝，兼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为着订立合约，吼、哦，就订这个下关条约，吼、哦，这个啊条约了哈、哦。订立啊合约是和平条约哈、哦，简称合约了哈。伊、哦、两国的人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吼、哦、啊，度过将来这个纷争哈、哦。好，啊，但是天皇不甲皇帝无可能亲身出兵，所以一定有派代表，吼、哦，大清是派李鸿章代表。甲伊个囝吼，那么大日本帝国是派这个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甲伊个外交大臣吼，陆奥忠光这两个彼此教业所奉谕旨哈，迄确定就是讲伊两个正式有代表权的哈，甲来签这个迄、那个马关条约。好，那么马关条内文的第二款是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旗、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注意个看，是永远让予日本。这个永远就拼无形的嘛，对不？所以，甲阵台湾朋友，还阁是日本天皇的。虽然伊的地上管辖权是被剥夺了哈。好，第二项就挂让台湾全岛，甲所有附属国岛属，这个。附属的国岛属的，包括钓鱼台哈。过来澎湖列岛啊，澎湖列岛有这个经纬度哈，诸岛屿之间所有的小岛当中是包括割让的范围内底。那么马关条约第三条款，将款所在甲联附的本约的地图所为更改，但是本约呐，提等于因国家批准
互换了后，两国还阁选派两名以上的官员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哈、啊，就地踏勘确定位界。咱民间土地买卖，就爱阁请地政事务所派测量员来测量，啊，买卖双方爱当场尴尬。讲伊这个测量这个盖子伫遮，恁两个有同意无？那有同意，较定了，对吧？定盖子，民间就遮慎重，何况这是国家的土地的观念哈，所以拢是真顶真的哈。好，那是伫本条第五款哦，本约互换了含两年之内哦，你看日本照国际法咯，日本准大清帝国纽约的。地方就是台湾甲平湖，诶，人民那原川迄个迁居吼，迁徙啦吼，纽约地方之外，就是讲你要离开吼，你会使，你会使伫两年内你甲所有诶家业、产业拢变卖，退去计迄个计计外，看你要转去大清也好，还是要移民去其他国家拢 OK， 但是若两年满了后，你无迁徙走。我就把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把你管理，哈、哦，这人有好你思考去。但是你看，中华民国国民党来了，1945年10月25日来，我、哦、迄、那个算君主占领日，不是光复节。迄天开始，到过年的1月12日，就用行政命令，把咱所有的台湾人拢总变更国籍，哦，这是违反国际法。拢无予咱思考，就你看人日本，哦，伫百几年前，人因着国际观念，用一个予你两年的思考期，哈、哦。啊，这是日本的天龙下诏书，哦，大日本的帝国的宪法，大台湾的实行，哈、哦。啊，这诏书的范本，哈、哦。好，那么1937年开始，台湾就实施皇民化，哈、哦，内地一统，就是讲要甲台湾甲平湖这些。百姓拢加加含因日本本土迄四大岛的内地这些人同款的水准，吼、哦，学日本语做国语，吼、哦，所以迄阵有合作国语家庭，吼、哦，你若会晓讲日语的，吼、哦，各方面的优待会较济，吼、哦。啊，这个大日本帝国宪法伫4月初开始伫台湾实施了，伊就日本会当在台湾征兵，吼、哦。啊，这算一个主权的象征，哈、哦，就是咱台湾人有效忠的对象。哦，你若去这边也清，你要对抗的敌人是啥？不是咱家己的日本国，绝对是欠靠向外，哈、哦。咱就是有这个效忠的对象，哈、哦。啊，迄个时阵，咱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政权。参政权就是讲，台湾会当派3名参议员，5名众议员。去日本的东京都，这个国会吼、哦、去参加议政哈，好、哦、哎，为4月初一刚开始，台湾以国际法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跟大清帝国对辽东半岛同款，好、哦，当初马关条约咧签的时候，毛家辽东半岛割让予日本。但是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三国干涉了后，就是苏联、吼德国因抗议，三国抗议，所以日本佮大清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就是辽东半岛就是辽南吼奉天这个所在，所以佮签这个辽南返还协定，但是佮行得顿的了。你不割地就要赔款嘛，所以大清帝国佮赔2000万两的贫苦银，好日本，好做赔偿，好不割地就赔款哈 ，OK。好，那么1945年九月初，麦克阿瑟所发布的这一般命令第一号是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哈，把日本军的武器佮锁脚，哈，来占领台湾，这。代理了哈，好，但是在头前这个是合法的哈，但是1949年年底哈，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失败了，
迄落到咱来台湾吼，但迄届伊是用武装难民入来非法入侵台湾。一般的难民吼，大部分你若到人个边界，就爱枪械爱收缴，你袂使抓武器入来。但是伊迄届入来，咱台湾人伫1945年，咱武器就拢用收缴，咱逐个无武器，所以无法度阿因讲叫因武器爱交出来。而且占领军因中国占领军一定是台湾啊，所以因遐武器、无人机、哦、军舰、大炮拢拖拖入来，吼、哦，毋是干那轻武器，尔讲干那步枪尔，毋是战车、大炮、无人机拢入来，迄是武装难民，哈、哦。但是即个这是非法哦，这无啥物任何，人家起码有一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哈、哦，这盟军统帅所发出来。这个拢无，所以这是一个非法入侵，哈。好，啊，所以咱到2006年十二日，咱秘书长控美案，哈，美国联邦法判定，哈，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还佫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啊，这大部分拢过去可能真侪讲师拢讲过，哈，啊，咱就大概，这个我先甲跳过啊，哈，好。但是，咱林志坚秘书长控美案中间被告律师，即国务院派出来哈，即、這个佩特森即个律师，伊伫联邦法院有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即句话是对的哦。因为咱的日本天皇的台湾平和主权是暂时定在美国手里，那你注意。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我把记者咧就讲，男女你看罗宁的男女朋友手牵手握有，但不代表拥有。人迄女孩子不一定要嫁你，哦，查甫嘛不一定要甲你娶，哈、哦。所以，这是因为讲咱的战争在还未行，所以暂时甲台湾甲澎湖，伊的法律主权是等于美国手里俩，但是不是拥有啊？注意。等于土地出租尔，无办买卖，所以无办过户，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法律主权还阁是日本的天皇的名，哈、啊。美国敢那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啊，对，有地上权的对吧？哈、啊。那么蒋介石是代理美军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哈、啊，是美国委托蒋介石，哈、啊。啊，这伫杜鲁斯坎吉田茂吼，这个迄阵呢，日本的首相因的会谈记录内底，伫旧金山和平条都咧朝你进行吼，都拢有讨论这个代志吼。好，那么现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也够有39,100个台湾英灵，这我能捌讲过吼，就是讲台湾甲平和也够是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替日本天皇建设的人，的台湾人，迄阵高沙族的上侪哈，高沙义勇军师上侪，所以大部分人拢是高沙的人替天皇死，啊，因着会葬伫这个，因的英灵的，会来会牌位会来下伫遮，吼、哦，和日本全国的人民咧个祭拜，哈、哦，这是足高尚的，吼、哦，一个祭拜行为哈、哦，因为。替国家牺牲性命，这对国家来讲，哈，国家一定爱甲尊一个地方来甲祭拜哈。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法律也好，还是宣言，这话题咱来做一个比较哈。跟台湾有关的哈，第一就是马关条，就是下关条约，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8个国家签署，上等因的国家各国会有通过哈、哦，所以这个是上一个国家的国际条约哈。过、哦、来就台北合约，但是台北合约伊的母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但真可惜日华合约伫1972年就失效，因为迄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合约，建交公报，好、哦、啊，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台北合约伫1972年失效呀。好、哦，这只是咱台湾先啊，无国籍，好、哦、嘛，为啥开始的哈、哦？
过来美国台湾关系法，好，你用为这个安尼个摆落来哈，上下骹就是位阶上阶，上阶就是这个开罗宣言，根本这也在讲我这谎言呐，我那个讲这个是开罗谎言，好 ，OK。来，咱秘书长有话要甲咱讲。咱三年来吼，头一摆有一位明天就要结婚结婚的一个小姐，伊坚持讲今日来上课，啊明仔就要结婚，啊是才要阁倒转来，毋是伊啦，伊是我的夫人啦。来，苏雨柔小姐。伊的精神吼，令人很感动。啊，明天要结婚呢，今个早来上课，各位各做一拜，加热烈掌声。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喜事，头一次。啊，我们特别为了你，打断了几分钟，大家人该祝福，希望你。白头偕老啊，永浴爱河啊啊！我等你，等你，等你，我一句也袂记，早生贵子，谢谢。哎，真甲咱这个同心共意。好，来，我继续啊。为这五个吼，无论条约也好，还是宣言吼，还是这个法律的这个文件，咱来甲看。相关的就是这两个，这是国与国之间所签的这国际条约。好，那么这个中华民国根本伫咧签这个台北合约时，伊已经唔是国家，所以照讲袂使讲叫做国际条约。而且这个台北合约是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1952年4月28日先后迄天，伫美国的强烈要求之下，要求日本爱含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政权来签，无去含阿强啊签，因为迄阵阿强啊是含苏联是等于是联盟的，啊那么美国西方国家是反共的，所以伫美国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蒋介石签哈，那么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跟中华民国在1979年1月7日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了，所以赶紧搁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来保护台湾哈。啊，其实这个保护台湾，就包括保护着中华民国这些人民。你若讲用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讲的是本土台湾人呢，保护是保护着咱本土台湾人，无保护着遐中国人民。好，所以咱秘书长一直讲强调，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确实正讲咧救台湾啊，唔是台湾关系法。哦，台湾关系法真侪独派、建国派，拢以为台湾关系法是上好的，对台湾上好，这错误哈，错误的认知。那么新闻公报，这个开罗新闻公报干唔好，其实乃因美国人，因意因呢诚信，吼、哦，美国人上注重诚信，因会使讲讲出来就遵守啊，握手就算遵守啊，免讲像中国人来台湾，咱较早日本时代，阮爸爸妈妈，因拢讲阮较早呐，话讲出来就遵守啊，那得阁写啥物契约？中国人国民党来台湾，咱的客户拢愈写愈大本，啊，拢出错，无效，对不对？你若有信用，讲出来就遵守啊，对不对？啊，咱今天有中国人加派，咱所有那看中国那边吼，从台清甲咱管210年，就是台湾的黑暗期。好、哦，你个
人过来日本人甲咱管五十年，咱跳开变世界一流的。好，咱伫1940年，台湾就办过台湾世界博览会。中国到2008年、2010年，应该办一个上海世界博览会，啊，差几年？哦，差，到要70年呢。好，你看，所以咱台湾，敢那休日本管五十年，咱变世界一流的国家，一定办世界博览会。好，啊哟，即马互因来甲咱管68年啊，敢有办过世界博览会？没有呢。哦，敢那办那花博，迄算世卡，迄无啥尊崇。好，而且伊个花博，输我伫1990年东京吼所办的这个花卉博览会，那个要输人嘞吼，人个差不多20年前办的。那么咱以头拄啊去交往来做一个小结论吼，台湾的正港的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所以简称日属，美国军主占领，哈，流亡中华民国代理，简称美战，哈，就做一个简单的结束。好，过来继续来讲，美国军主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加迹象。好 ，AIT 来我这个新的会馆，哈，这根本也在讲一个新的大使馆啦。啊，这钱开也在讲美国伫外口的大使馆内底开上侪钱的，哈。土地差不多涨20000平，美金差不多开要15000亿美金，哈。啊，伊个这个地下大碉堡也堪得这个核弹的攻击，过来，伊根本就是一个东亚防卫通信电站指挥中心呐，哈。啊，这周期都99年，搁加99年，啊，要进驻到8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哈。为啥你甲看？过去上大个即个美国驻外大使馆上大是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哈，因伊拉克个回教民兵遐激进分子，因不时拢会用汽车炸弹，用汽车安尼准向冲，甲你冲入去，甲你崩掉。啊，所以伊拉克个美国即个大使馆吼是起足快，外围会一分外围。外围、中围、内围安尼，啊路去个气候弯弯曲曲，互你车要驶紧驶袂紧，吼啊，搁有迄鸡爪钉啊，还是迄个路障足济，啊，就是用空间来做缓冲，所以伊拉克是上大，啊那开上侪钱，就咱大学即个，吼，好，过来咱来看即个防御性公投，吼，啊边啊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要举行防御性公投，啊，这个公投的内容首先要让美国看过，现在都不用让英国啊、法国看，就一定要让美国看，因为美国是咱的主要占领权国，哈、哦。阿扁啊，要连任，伊条件要用这个公投绑大选，哦，这就是要勾起咱台湾人，伊要用防御性公投。而且防御性公投吼，美国找无理由加反对，所以只有放互伊公投。啊，无美国伊是反对你办公投，尤其上惊你办这个统独公投。啊，防御性公投，台湾人要发展武器，要来做保卫台湾的防卫措施，美国政府无理由通甲咱反对。所以你要到底你要投啥物件吼？你爱甲内容互我美国看。美国就是 OK 了，无打着我的红线，安尼互你办吼。过、哦、来台湾有难吼、哦，美军就来甲咱援助。2009年莫拉克风灾，迄个时阵吼，足严重个吼、哦。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个救援，甲咱讲，你毋免来甲阮救，但是伊讲你来送钱来就好，人毋免来。哦，你看这个人我爱钱，吼、哦，啊，无把咱台湾人的性命当作性命，啊，所以，伊迄阵原来有意思要，借这个机会要让解放军入来，
但是美国嘛不是笨蛋的哈，因为美国在台湾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在收集情报的哈，伊谁知影，谁回报？哦，美国谁知影了？因咧讲无，谁派军机、军舰送物资来台湾救灾？而且，伊甲中华民国讲，我美国公布，我要去甲你救灾，啊！你看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我美国的国防部，哎，真奇怪呢。美国过去世界然后地震，啊，就风台，那要救灾，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救难总署，哈、哦，拢是这个民间单位出动。哎，这个那也是军方出动，原来因为咱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啊，当然用国防部用军队的效率上紧，哈、哦，伊的无人机啥物时阵要入来，拢中华民国无在了甲动，哈、哦，啊，这就是C-13栋的大力士警这个运输机为奥克纳瓦，哈、哦，再一挂。这个防水材料的布吼，要来搭临时简易的一个迄个避难屋迄款的哈。啊，这为者会当印证讲，美国还阁是旧金山和平条23条的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为者都看得出来。军机袂使随便入去人的国家呢。哦，你会记差不多一年前，叙利亚因为土耳其有一只战斗机飞上我。这个叙利亚，哦，拄啊伫迄个领海外口，买我所在，叙利亚的社会团去甲迄只军机炸，甲拍落来。哦，所以军机袂使随便侵犯人的领空。但你看，头拄啊迄只无人机遐大只，美国军机呢，大主大的甲塞入来台南的空军基地，哈、哦。哦，所以。军机袂使，我袂出入他国的领土还是领空哈。但是2012年5月20日下晡，美国军机搁再一届降落伫台湾，但是这只是美国的这个行政专机哈，空军的行政专机哈。那么内底是站什么人？就是美国派。担任中原外交委员会主席，这个罗斯雷廷纳，共和党籍的哈，伊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庆祝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典礼，伊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呢，哎，局长啊，哈，哎，所以迄个是马局长，马卡龙局长，哈，哦，讲伊拢食迄个。落下来内底迄毛吼大呢，所以安尼吼足食力嘞。哦，啊你甲看，伊个登基典礼是迄个早起10点，但是美国代表下晡才来。好、哦，咱若嫁娶祖囝吼，啊是办喜事，咱若请中昼，啊人暗时才来哦，哎敢有生意？无生意嘛吼。哦啊，这人也无生意啦吼！啊，因为啊，啊，你都我细汉呢，啊，你做一个局长了下，我美国就天天迢迢就爱派我来给你祝贺，我台湾都下晡才来。好，过来美撤侨入台哈、哦，美国自设海关，2011年3月10日，什么好、哦、日本的这个核灾哈、哦，美国3月18日撤侨来台湾，好、哦，无外久头就讲了哈。哦中国人上惊死啊！伊上大声撤侨回国，啊，法国嘛撤回因的欧洲哈、哦。那么是安怎？美国要撤侨，那也无撤回上近的这个关岛啦，还是因的夏威夷？那也撤退来台湾？嘿，这就真奇怪了哈、哦！啊，你注意个看，美国伫3月18日迄天就宣布，所有美国在台协会在。因只官员哈，其实唔是官员啦，因只 AIT 的工作人员，拢穿 AIT 的背心有无？来到桃园机场，因家己设这个海关，来验证因遐美国的公民因的身份证，
嘛，因的证件，哦，互因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欸，奇怪，你一个国家海关是代表主权的象征呢，吼、哦。啊，那美国人要入来大主大的 AIT 公宣布停办所有的美签，哦，迄阵还阁爱签证哦，哦，2001年迄阵，但是因停止所有的签证，规个人拢来机场支援。美方禁止台湾机场注册海关，哈，哇，太跳紧，哇。那么这海关我头都讲的，是一个主权的象征，是安怎？你其他国家的人民要入来台湾，你爱台湾伫你当局的签证，摕到迄个签证，你才会当入来台湾啊。吼，迄算有管制的，唔是会当互你随便入来。哈，啊，你若用偷渡，迄是偷渡犯，迄爱抓起关，哪抓着爱关，哈。甚至被列入，哦，不用限制五年内不可再入台，哈、哦，而且列入不欢迎的人士，哈、哦。好，再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内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有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是用其他的方式高压的手段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啊，这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啊。这嘛是美国为主要占领权国对台湾的权利甲义务，伊爱维持美国的能力，就是伊的武器装备、军力。那台湾发生什么？有人其他国家哦，要来威胁台湾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哈，还是经济制度的稳定哈？咱过来看，这个介一人就是以这条来讲，哦，台湾管理法是咧保护台湾，无唔对，保护台湾无咧，嘛是保护着中国人遐难民哈、哦。好，那么是安怎？伫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会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接护台湾，嘛是因为头拄啊这个，头拄啊讲的这个，哦，维持美国的能力，哦，危及社会。经济制度的稳定哈，这是美国所关切的。所以，伫1996年，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总统，啊，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哦，阿强啊听了就特别欢喜。朱镕基，你看迄阵咧演讲咧骂台湾迄个嘴脸，等咧互台湾人足受气的。你愈骂，我愈要倒李登辉所讲的这两国论。所以，李登辉个得票率超过54%。那么，迄个时阵咧选举中间，阿强啊宣布要带家人外海、甲高雄港外海演习，要发射飞弹，所以划了一个禁制区，准袂使带出入，哦，出入若拍到不赔，因为伊甲咧划这军事管制区啊。啊，这两个刚好是台湾的命脉，台湾的所有外销的啊，是进口的物件拢差不多。90%要有这两个港口入来，啊！你搞限制，这都危害到社会及经济制度的安全、甲稳定啊！哈、哦，所以美国克林顿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接护，一个伫北台湾的海域，一个南台湾海域。好、哦，所以阿强阿叔惊到，哎呦，美国真正会出兵来保护台湾呢？所以迄个伊知影伊。武力要输美国输太远嘞，上少输30年至50年，所以伊唔敢唱招，乖乖啊，纠正，吼、哦。所以伊就为迄阵开始强烈的迄落强编预算，或者伊预算一年拢十几趴咧增加，吼、哦。所以也在讲因即卖武器啊发展甲袂歹，啊，即个武器拢去甲美国。用伊个网军去甲美国个网站来，迄个国王个即个研究单位实验室，吼，还是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因只公司，还是雷神公司因只，拢害入因个主机里面，啊，伊偷的内底来制造的一挂机密，吼，啊，所以拢放，拢用放个，但是真可惜，介只物件伊放袂出来，吼，
因为无法度讲百分之百，所有资料拢去偷客去，所以伊也用偷的，也用买的。啊，最近因为乌克兰、克里米亚这事件，乌克兰因为1990年的时代，苏联解体了，遐乌克兰经济歹，所以作者乌克兰这军事科学家拢去中共甲买收去，算甲聘请去因。中国在制造武器，所以因最近的这一挂武器拢差不多是乌克兰甲斗三江的，唔是伊真正伊家己会晓做的，吼、哦。所以较近中国共产党吼、哦，连因的核能机的原因也做袂好，因会做，但是因的材料基础科学作歹，那核能机原因起立到空中，爱耐热佮耐冷的，哦，伊起立到电源。哦，你飞越管路链啊，哎，看你这个热胀冷缩，啊，叫伊原因哦。人一般吼、哦，爱飞差不多4000点钟，卡绕落来大修，因头飞800点钟，都爱绕落来大修啊。就是因的材料基础科学歹，足容易磨损，所以磨损了都爱，人咪爱歹呀，所以爱赶紧去拆落来大修。所以输人输足忝的哈、哦。啊，这就是。克林顿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头拄仔讲的迄条，伊够权的派兵来保护台湾，哈、哦。这因拢是我那依法行政，唔是啥咧乱来，哈、哦。好，哦，这拄好讲的哈、哦。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哈、哦。流氓政府海关拄着握有，哈、哦，非拥有，我拄好讲了，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哈、哦，那个海关的严管，那就是管辖权的一个行动，哈、哦。那么，就跟他讲，主人随时要回来，中华民国这个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哈、哦。因为美国等于派中华民国这个看门狗来顾台湾个朋友，替来顾台湾个朋友，来管理台湾朋友。啊！你刚好跟我讲，咱做一个主人，咱等下咱到，咱来到咱的门口，是毋是锁匙起来，特别拍开，特别入去啊？咁得个问咱饲迄只狗啊，讲啊，我要入去，敢会使狗狗？免吧？哦，讲这个意思。所以美国因的主人，美国是民主社会嘛，因这官员就是拢公仆。这纳税金的才是主人，主人为日本，因为三一的核能嘿核灾，因要避难，暂时先爱来台湾，唔免经过中华民国的海关，所以是美国的 AIT 派因的工作人员去机场去验因，这个国家主人要入来才会证件安尼俩，讲确定你是美国人，美国的公民，唔是混进来。中国人还是什么其他国家哈的人？这台湾不是国家，这过去哈应该有讲过哈。这我在讲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哈，境外的国内听起来怪怪哈，啊，确实有影。美国人因买入来台湾嘛是爱摕证件开证的吧？啊！但是伊阁用一个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吼、哦，来管台湾，管辖治理台湾，啊、哦，所以我总甲号一个名叫做“境外的国内”哦。那么美国是中正人，吼、哦，因为台湾当局，伫你当局的总统，无论你是两蒋也好啦，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当选了拢要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台湾的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啊！咱来看2000年5月20日，阿扁迄个第一个何文去选到伊三卡都嘛哈，开选到流亡的总统，但是迄阵因要就任520就任的这个文告哈，那么阮就独排拢足爱上哦，足期待头一届正港民选台湾人去哩做总统。哦，做官员要单听看伊讲啥，结果伊去哩甲你讲师不与美哦，哦，
好，阮遮独派听者，大家拢倒向遐，无在遐期待，好不容易甲你杀去做总统啊！啊，其实这个自不一免哦，就是由美国操控指导，叫伊讲你得要讲遮。啊，到底是讲啥？哦，一般的总统吼，那就任迄天，其实绝对讲，我起来要做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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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讲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這個，对不对？啊，这個、有够闹鬼的呢！哦，其实其他的总统起来嘛讲，啊，我若起来做，要大家幸福快乐，吼、哦，哦，变作像台湾，要像这个瑞士安尼，吼、哦。咱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国，结果不是。啊，咱来看伊到底是讲啥？第一个，伊讲不宣布台湾独立，吼、哦，无要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个，两国论无要入宪法，吼、哦。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吼、哦，啊，这都一定是美国讲的，美国上惊你统独公投，哈、哦。第四，无要变更国歌。第五，无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叫做四不一没有哈、哦。啊，你看拢不，也啊，咱是选一个放飞总统啊。这也唔做，那也唔做，啊，无是选你要创啥？好、哦，所以何安作失望哈。好，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哦，来。1979年以前，美国是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美国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那么，美国国会参众议院遂制定《台湾管理法》来代替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条。伊的本质就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我定讲，以前台湾的这个总经理，哈，哦，这个比如素食店的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以前是美国董事会直接派任，好、哦、选任了准派任。那么今嘛开放讲，啊无互恁台湾分公司这员工，互恁家己选。哦，今嘛选出来有后选到陈水扁，后选到马英九的。那么选起来嘛是爱有一个贺电来家己承认，对不对？你若无贺电，就无等于无承认讲，啊你这个台湾总经理会当代表我美国。的公司来给你管理安尼吼，那么台湾足可惜啦吼，过去独派的人都见唔到路去，拢认为讲要建国、要独立，啊，这是违反美国的利益吼，因为美国人驱逐的美国大兵，甲一飞行机船啊，许日本兵拍吼，沉落来载落来，啊，这拢无赔啊，啊，你就要共独立出去，拢免问地主。日本天皇啊，免问债权人美国哈、哦。那么，伫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改一个名称讲台湾治理当局，未再阁讲中华民国啊。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又通令所有的驻外使馆，未再阁称呼中华民国，干来将讲台湾治理当局，好、哦，所以简称台湾了、啊、哈。美国现在在说的台湾就是台湾治理当局。那么美国的官员不可以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在公开的场所、哦、开会、哦、好，但是现在流亡中华民国也是还继续在统治台湾、哦、包括台湾人的李登辉和陈水扁，这都是去选到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不是我们台湾人台湾国的总统、哦，唔好搞错了哈。二2008年年初，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已经当选，还袂就任哈，当选总统。但是马英九拒绝。但是迄个时阵 ，AIT 的处长杨淑丽，跟美军的官员已经坐云豹甲车，直接入禀恒山指挥所观察。讲观察是较客气，应该讲视察。你甲想，这个恒山指挥所是等于中华民国上关卡的一个指挥所呢。好、哦，那么你只要政经并推，美国的官员，包括美军的官员，会当安尼
看你做入去，啊，这绝对就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上级指导单位来给你视察，看你了演习兵推演习了有好些无？好，伊要给你验证讲你的实力是啥款，好。好，那么和美国下令多少因流亡中华民国的这个国会各式军事武器，好，咱来参考看嘛。我这2012年4月汉光28号演习，你注意甲看，这舰只本来只拢有一个车轮牌 logo， 啊，有人讲叫做迄个国大国有了哈。啊，这你看依稀虽然糊掉，但依稀可见哈。好，这种要依稀可见的嘛，哈。这无人机这里买要个依稀可见啊，直升机。因为美国国务院伊家己讲的哦，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好，咱来看对三项：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好，来咱来看，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伊斯兰的教义，伫当地用伊的教义吼、哦、来吸引即个激进派吼、哦、回教。基金派来参加伊个开打组织，吼、哦，所以这是美国国务院甲你认定的哈、哦，这有这恐怖组织三要件。好，安那那个中华民国倒看麦，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搁伫美国卖伊，啊，台湾人纳税金钱去买，我台湾人就有够衰呢，好、哦，啊，中华民国伫咱台湾朋友咧征兵，咱呐。满二十岁，差不多，若莫伤大苦吼，拢爱去做兵，对无？熬做两年，熬做三年，吼，那阮这四五年级生诶，吼，啊，若即摆做较少啊，即摆头做十一个月，得退伍啊，吼。啊，你来看，即三个到达中华民国拄啊复合，所以咱秘书长甲美国警告，中华民国既然毋是国家。啊，有武器，搁伫当地征兵，拄啊下你所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呢？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既然毋是国家，伊的武器你睇，伊甲你买的武器，他会当用国徽伫顶管，啊，伊就代表国家，而且看恁的国家政策都袂合，吼、哦，所以因就赶紧甲叫下令叫中华民国，你爱甲武器遐国徽拢爱摕掉，因为你毋是国家。那么台湾朋友金门妈祖是伊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以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哈。那么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思啥？就是君主占领区的意思，好，简单讲是安尼。好，啊，现在美国要咱斗三工，啊，就是因为咱有伊占领，啊，伊无来甲咱指导，无来甲咱斗三工，无上要来斗三工。过来，阿扁也要落任以前有刺杀飞弹，但是引起美国的关切。哈，那么伫这个国王新闻的周刊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要落任前的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粒中程的飞弹，但是随引起美国的关切，随派一名美国的官员特别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啊，迄阵的国防部部长拄啊蔡明宪，哈、哦，这个蔡明前国防部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刺杀武器感觉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隔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伊甲回答讲有，但是敢那刺杀还袂正式生产。伊同时还佮美国保证讲，台湾的飞弹敢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哦。啊，这伊敢那讲。你无刀无甲要害，讲无我即支无要杀人，无甲来咧，无啦，我无要杀人安尼。啊无啊是开啊侪钱咧研究这飞弹，是咧研究安怎吼、哦？啊所以美国大人就甲咱管甲到吼，啊这若毋是，讲较歹听，敢那袂输讲咱老爸啦，啊都咱都伊个囝吼，啊老爸甲咱管咱无听佫袂使咧吼，啊所以。
有时啊想来足郁卒，啊无无多，啊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迄代，咱就不迄阵研究核子弹，免研究较慢，人因先研究能力出来，啊就是往那迄个琉球，这个美军去拍琉球，拍一个惊着。迄阵台湾吼，伊迄跳岛战术就讲，美国伊迄阵有两个大将军啊，太平洋战争即内底吼，一个是麦克阿瑟，一个是尼米兹海军上将。尼米兹是迄阵太平洋的海军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元帅，哦，就是陆海空拢一贯的。啊，但你还知影？其实迄个战争是拢头海战，了靠啊陆战，所以迄个海军上将尼米兹，伊拥有差不多80%的军力，航空母舰顶管有航空兵、有空军嘛，佮有海军陆战队，啊，即种海军咧管的，啊，都麦克阿瑟都敢若管一个陆军，啊，陆军人少，啊，陆军你若无海军甲你载，佮无法度登陆，所以差不多拢是尼米兹上将咧。差不多基于伊个战术，拢伊个换了，对吧？啊，所以当时尼米兹上将是讲，爱来拍台湾，过来拍福建沿海，哦，偏厦门、漳州遮来拍一个据点，啊，甲厦门、漳州遮扭换过来台湾，安尼来做一个防线，来截断日本军。要为南洋遐摕矿砂、摕石油，要倒来炼，甲补给线顶切断就对啊。安尼，那日本伊本身欠油、欠铁矿，无只个矿砂，伊无法度炼做钢，无法度炼做武器，无油，所有的车辆袂叮当，飞行机袂飞。尼米兹上将的战略是安尼，但是麦克阿瑟是讲袂使。爱先来拍菲律宾，因为呐，菲律宾吼是咱的军事占领地，美国从来唔捌咱的土地去予别个国家占领，拄啊菲律宾，所以一定爱先甲咱的领土吼，咱的爱先占倒转啊。啊，迄阵拄啊罗斯福总统也袂阁选连任，那么。罗斯福嘛，希望因两个将军拢来支持，因为部队下骹眷属作侪，会当投票给罗斯福，所以甲叫因去办公室讲。阿叔啊，麦克阿瑟有甲讲，你若照我的战略，我发动我的影响力来支持你。啊，所以罗斯福准听麦克阿瑟的建议，所以就先去拍菲律宾。那拍菲律宾就损失也真大，啊！日本嘛知影讲，菲律宾啊，美国摕倒转去了，过来就一定会摕台湾朋友，所以日本准为中国的东北，吼、哦、满洲国迄边啊，调伊常用的关东军，调两师入来，要防卫台湾。但是这个情报，美国嘛知影，伊讲，吼、哦、啊，台湾，我拍菲律宾。菲律宾是差不多几十万的这个日本军伫台湾，嘛伫迄个菲律宾，我著拍甲青砖落魄啊！剩的遐拢是菲律宾人呢。哇！台湾日本的关东军两师来常用的，啊！台湾遮个拢是日本人，因为咱就是日本台湾人，咱又嫁要50年啊，大家拢有武术道的精神，拢唔惊死的。好、哦、啊，由于高沙义勇军佫做阿战呢。所以美国算盘跌跌讲，哦，我若来拍台湾，我会死足侪美军嘞。规气跳过台湾，准去拍乌克兰哇。乌克兰一地啊尔，吼、哦，可能台湾的1/1尔。结果伊毋知讲乌克兰哇，遐嘛是拢是本人啊，有够歹拍的。所以美军伫啊，我死要万几个。今仔拍者7-3-6，拍过啊，我较拍了，惊着。讲夭寿。一批啊，尔我着死万几个啊！啊，即马若要去拍日本本土即四大岛哦，哦，我差不多要死100,000的美军呢。啊，拄好迄阵原子弹能力研究好啊，啊，无啥来牵啊咯，
都给你日本人死啊！我唔通我美军死一百万，我来用传统的啊，一粒倒落去拍吼，美军我头爱搁死一百万人。所以，迄两个原子弹伫广岛、长崎牵落了，哇！咱个日本天皇听到情报转来，讲哦，作战用的这个武器，作新的武器，敢那嘣迄个呢吼，我死几啊十万人。啊，天皇惊着讲。到底美国唔知还佫几粒呢？啊，若万一若有一百粒拢杀来啃，啊，我大和民族都死了伊啊！好，准赶紧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伫一礼拜后，就是宣布无条件投降。伊想讲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吼、哦啊，所以战后日本嘛足争气的，伊迄个麦克阿瑟的这个和平宪法佮限制。规定日本袂使有军队，日本无宣战权，吼、哦，啊，这就是剥夺你的这个主权，对不对啊？所以在安尼情形下，美国哎，日本准全力发展经济，所以你看，虽然伊军事上失败，规个东京，包括这名古屋、这个名古屋。即个较早重工的即个所在，拢许美军美日到炸甲密密麻麻。但是你甲看，因自1960年，哦，差不多20年的时间，因规个拢重新建设起来，全力复兴大日本。所以迄个时阵，美国的电器用品，吼、哦，美国的嘛，日本的电器用品，甲因的一挂工作母机啦。拢做甲足好，佮足俗，佮足好用，所以美国人也爱用。所以因个国际牌Panasonic的电视啦、索尼的电视、沃克曼的收音机，哦，拢赚美国钱，赚足侪。一直到赚到一差不多1989、1990年迄个时阵，到1990年，佮差不多停个。迄阵是好业甲世界迄美国洛克菲勒中心来买开，帝国大厦来买开。哦，啊，什么哥伦比亚公司，迄种代表美国的，拢甲买起来。哥伦比亚啊，什么软体遐个音乐，好无，拢要索尼买去。迄阵也在讲日本第一，美国人嘛，拢咧瞎解讲日本为什么会变成世界第一。好、哦，好，啊，这可能李兄也个又倒转来哈、哦。好，那么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甲台湾。啊，这三个你甲斗做伙，哇，拄好大日本帝国，吼、哦，啊，咱来看伊关键啥物物件，第一，飞弹射程，第二，哦，飞弹射程咱先讲，啊，就譬如韩国，韩国，吼、哦，伫三当前发生天安舰事件，有无？一只韩国的军舰莫名其妙，唔知许啥物款的水雷甲嘣一下沉去 ，OK。但是近前，因个美韩军事会议内底就讲，美国要把战争的主导权，那南北韩发生战争，平时是韩国的将领吼做指挥官，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若发生南北韩战争发生，就美国这个副指挥官出来咧指挥部队。啊！美国要把这个指挥权在战争时阵指挥权要交还给韩国。一个天安舰发生，韩国虽向美国要求讲，你万请在2014年的种今年，迄阵三年前就咧讲啊，你卖在2014年交我，你阁继续，吼、哦、战争的时阵呢，指挥权还阁在你美军的手里安尼。好、哦、啊，飞弹迄个时阵，美国是甲韩姐讲。你干来当做300公里的这个射程的这个飞弹，未使超过300公里。但是去年开始，美国有放宽，和韩国讲，你会当做个800公里远的飞弹，我迄当拍入到中国去安尼，好，好。啊，但是有甲你限制，你若做800公里的这个飞弹，你干来会当弹头做300公斤呢？啊，你若做500公里的飞弹？你的弹头，我你都会当做到差不多500公斤安尼，吼，以这个弹头的重量来控制
你的这个射程哈。啊，这就是美国的管制哈。啊，你看咱台湾，咱干那要试下中程飞弹，伊就烦恼啊呢，惊讲你甲派派到阿强那边去啊，哈，会引起这个台海战争哈。美国不爱战争的对吧？你美国较注重人权，较不爱西人的对吧？好，过来核武研制。你要看这三个国家拢无核子武器，但是拢偷偷咧研究着样。这个日本的，伊拢也要做啊。我伊起码储存伊遐布吼，遐、哦、原料，差不多会当做一千几粒。好、哦，遐武器级的布，伊起码是阿袂甲提炼在武器级迄个浓度，但是伊起码吼，完、哦、了几啊十吨的咧、这个布哈。哦这个核武器这些原料对吧？那么中华民国在蒋经国要挖的时阵，伊就偷偷啊成立这么清华大学核研所，啊中山科学院内底嘛，这个核子这些实验这些单位。但是美国嘛真厉害，伊家因这中科院。那个核研所的这个副所长，就是伊吸收的 CIA 的人，吼、哦。伫迄阵差不多发展到核武器特别成功，吼、哦，甚至迄阵也有加这个原子弹，吼、哦，一挂这个设备，要载去南非，要带南非试爆，但是真奇怪，迄架无人机就伫南非海里就发生爆炸灾了。啊，过来，这个张先立，这个就是 CIA 的人。啊，伫特别核武器特别研究成功的时，伊把所有的资料传了好些，交美国。美国看了遐资料，吼、哦，随观音派人来，该掩护，该送出国了。随联合国合作，派联合国的原子能的这个检查委员会派人。这位礼拜到台湾，诶，清华大学，包括中山科学研究院，去把遐核研究遐仪器设备拢甲拆掉，啊，甲这个原子炉啊甲废炉，吼、哦，用岩头拢甲封起来。啊，你看，所以蒋经国需要这个事件真大的刺激。有人讲，伊阵安尼吐血死去，吼、哦，这完了原因之一，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哈、哦。过来，战时的军事指挥权，哈、哦，他都要讲过，好、哦。那么台湾嘛，赶快呐。我有听一个消息是讲，美国的那真正讲阿强啊拍来，伊是希望讲中华民国的国军，伊上好为沿海撤退入来。差不多十公里的内陆，头前拢真空，较方便我美军要来扫射，要来用无人机，哦，要来炸这个登陆的这个中国军、解放军，吼、哦。伊讲安尼我较好拍啦，啊无有时啊甲恁误击你中华民国的国军，吼、哦，就我来得啊，恁就过来得过好得啊，吼、哦，卖讲因用跳伞跳入来看内陆，吼、哦，你就过来得城市战得啊。啊！那现在哦，你拢无，那拢无恁的中国军，我电脑较好拍，免闪恁这中国军哈。啊，那做一个小结哈、哦，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哦，一切依法行事，哈、哦。美国的总统受国会法院监督，哈、哦。美国是三权分立，但是伊唔是跟中华民国同款，这个型哦。中华民国拢讲。行政、立法、司法，有无？咱拢安尼读哈，行政拢排第，美国唔是，美国是立会，唔立法，国会立法，和行政单位依这个法来行政。啊，若做不好，后壁有一个法院司法做监督，好，你若贪赃枉法，是这个法院会甲你起诉，哈，甲你判刑。所以是立法国会爱排头前，吼、
而是有这两个单位在监督，所以唔敢违法哈。国际社会拢了解咱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就干那台湾人，许个国民党干那用假愚民教育哈，拢予咱假资料，哦，啥物光复节，根本迄天，咱去用骗几年咧？骗要68年啊，对无？伊拢甲10月15讲号做光复节，其实迄天，咱即马拿咱台湾民众之前。我建议迄天爱甲改做愚人节，嘿。啊，正港的四月七，咱都咱有看了。夏诏书迄天拄啊，吼、哦，四月七，迄天叫做行宪纪念日，吼、哦。OK， 我感觉咱台湾人用骗甲戆戆哈。以上的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管台湾。你讲，我拢无看到美军。美军拢穿便服哈，美军拢无离开台湾哈，一直咧占领当中哈，包括我咧讲，迄雷达站迄拢是美军咧操控哈，唔是中国军咧操控哈。好，那么咱来参考其他国家自治建国的模式哈，来，古巴的建国模式哈，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伫1898年签一个巴黎合约哈。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跟台湾解港拢放弃哈。啊，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美国。那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独立建国成功。好，好，过来。古巴跟台湾的军力来做一个比较，拢是因为合约希望放弃。哦，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地位较真未定，哈、哦。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是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问题就出在这啦，就干那殖民地，伫建交开当独立建国，啊，那人神圣分割不可分割的领土就很困难独立建国，哈、哦，因为那是有主人的 ，OK。这里。所以我咧讲这方式有些话，像讲袂出来，我讲，迄种放杀，敢那男女之间咧讲的吼。好，咱来看咱的隔壁这个国家菲律宾，伊的建国模式，嘛是美西因为巴黎合约为西班牙出掉菲律宾，但是受制于非独反抗军的游击战，菲律宾有非独，都跟台湾有台独，吼，同款，拢想要独立建国。但是菲律宾，因只反抗组织伊拢做个游击战的，因为菲律宾有2000几个较大的岛，若要挂小岛4000几粒，那么伊不是去打美军骚扰美军，啊美军就派兵去甲追剿，但是你去打这个岛，啊遐个匪徒就去走迄个岛，吼、哦、啊2000几粒岛走来走去，吼、哦、美军迄个附加呐真忝，所以伊就甲。菲律宾在反抗修炼来跟他们协商说你给我关10年、啊、我把你的行政系统创得比较好些、啊、你们自己也比较自立自强、啊、10年后我给你独立建国、啊、所以但是这个中间、啊、日本有去攻陷马尼拉、啊、那时候麦克阿瑟跟那时候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哦，啊，尾啊，开始反攻，跳岛战术回来哈。但是美国在1947年7月7日，哈、哦，在美国协助之下，替菲律宾独立，让因独立建国成功。哈、哦，菲律宾是在美国的协助之下，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跟美国的国庆日是同天。哈、哦，过来立陶宛的建国模式，哦，立陶宛都在这个。苏联的吼，较下卡边吼，较西南这个所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拄结束，就随后苏联甲并吞。但是因伫1990年3月10日宣布独立，这个是因的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哈。但是国际社会拢咧观望，用啊你唔知真诶假哈。但是立陶宛的因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伫因立陶宛所办的选举。因的投票率啊，
低30%。安尼状况之下，国际社会就知影讲，立陶宛的人民无要过苏联管，所以国际就无承认苏联合法统治立陶宛这个，这个大家就知影讲立陶宛无要过苏联管啊，所以1991年，因家己办独立公投完成吼，迄阵苏联知影讲大势已去，所以等到率先承认吼。啊，由立陶宛抵制选举迄个意思，咱来看参讲，到底咱参加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权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我记一个就讲，咱大概因流亡的总统大选，台湾人含中国人做迄个选，因中华民国流亡总统，而且迄大概就民调就近摆讲，就讲啊，拢差2-3%尔。吼、哦，差小块小块，大家搁较拍拼呢。吼、哦，咱日军咧较拍拼呢，咱若搁加迄边赢一个2%，咱就赢。吼、哦，加迄边搁若输3%，你都扭2%扭过来就赢。啊，所以两边拢足激烈，迄根本就是拢斗刚好。要加投票率扭无悬，所以你甲看，咱大概投票率拢70%+，那总统大选拢差不多伫75%、76%。那么，迄就是要全世界讲，你看台湾人拢足欢喜要做来选阮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哦，啊，竞选拢差不多台湾拢中华民国迄个国民党赢较济。啊，伫安尼经营中华民国，会当甲全世界臭屁讲，阮是合法经过选举、民主选举，台湾人要互我管的，吼、哦，啊，所以伫安尼经营下，吼、哦，咱真正哑巴吃黄连。迄就是伫体制内，咱向算去啊，吼、哦！所以咱来学立陶宛，人伊会当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所以咱台湾人过去拢无搞这个反抗体制选举这个代志，因为你干那你投票去讲，你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打你去到这个投票所，咱就先输一半啊。你就是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去里边内底去共领选票，你变中国人样。好，你领选票，搁你自由意志之下去投迄个票，投出来结果是通牌马英九掉。全世界都拢讲，啊，恁台湾人都大部分要跟阿强啊合作伙嘛，要跟中国统一啦，你唔该选一个通牌马英九。啊，恁呐？到时啊，解放军拿入来，咱嘛想讲啊，无如人迄拢欢喜要中国管的啊，咱他得阁出兵去啊，甲伊修建，他得阁派家己子弟兵去啊，死修建阵势吼，所以这样足危险的。好，所以咱就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各级的选举吼。好。再来一个琉球返还模式，这应该有讲过了哈。琉球在1948年到1958年这10年中间，因是用米型的军票当作货币来用，但1958年以后就用美金嘛，哈。好，啊，琉球人在还没返还日本之前哈，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哈，这当初的。旅行证件就是这样，旅行证明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哈，这阵呢，那么咱今嘛咧争取的就是讲，嘛要求美国爱发这个旅行证明书好啦，哈，就类似这个啊 ，travel document， 哈，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哦所发的，哈，类似这款的，哈，啊，注意哦，哈，这个。琉球返还拢无办返还公投，这直接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协商。吼、哦，日本政府问美国讲：“啊，我要赔你偌济钱？这个战争债，你可要甲琉球还给我日本？”那么美国政府甲开3亿2000万美金，伫41年前，吼、哦，迄阵钱足大银。那么这条钱交了，因
在1969年签订的琉球返还协定，依据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哈、哦，尼斯克森政府噶琉球返还日本政府，这個、包括钓鱼台、尖阁群岛，都、就是作为还给日本，所以无办公投，哈、哦、，OK， 真侪日军呢用错误的资料讲有办公投，没有，无这个资料哈。哦，那么琉球在美国君主政府占领下，伊的指挥结果相关，咱来看卖。这个是琉球返还了，吼、哦，十几年前，他那个日本的一挂学者为这个美国解密的资料，甲日本本身解密的一挂资料，他发现讲当时美国在琉球的这个指挥系统是安尼，就是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哈，下卡的国防总省就是这个国防部，下卡有美国军政府哈，甲民政府，因靠命，因有资格命令指示琉球的政府要做什么代志，来管冲绳这些住民哈。OK， 啊，那么台湾你买在比较安尼，这美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来管台湾，哦，美国台湾民政府，哦，啊来指示和咱台湾民政府来管台湾政府，啊台湾政府佮依据电管的美国军政府哈的命令来管咱台湾这住民，这也是依照这个琉球模式哈，所以这样的真清楚，咱是嘛是要教这个指挥系统，哦。来跟美国配合。好，那么60几年来，咱伫中国国民党的教之下，咱台湾人拢有教育变作中国人，认同中国。吼、哦，而且所以咱是安那85%的台湾人会算出无到15%的中国人。吼、哦，好，啊，这我定在讲，那2008年，还是2012年，小英跟马英九，吼、哦，还是这个谢长廷跟马英九。咱哪个当作是统独公投，结果变作统派的台湾哦？咱哪个去和中国合法给咱并吞，这是有可能的哈。这伫国际法上是合法，有可能的。到时美日虽然有安保条约，但是嘛真歹插手干涉，因为呢爱尊重恁台湾人的民主投票的选择哈。啊，到时哪有阿强啊并吞啊，咱就陷入永世浩劫哈。那时阵，那么如果咱台湾人啦独立建国啦吼，如果啊你讲，那么咱有啥物责任义务甲风险？第一，咱台湾人爱纳税，爱家己来做兵，爱去来做兵来保护台湾，爱去家己买武器，还是家己发展武器吼？啊，这发展武器甲买武器，这种开足侪钱吼，而且。咱伫阿未加入联合国进程，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台湾啊！其他国家无法律、无义务出兵来干涉，哦，咱来以当地文独立建国做咧。当地文伫遮，哈啊边啊，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印度尼西亚，跟台湾介同款，哦，边啊拢有一个罗马国家。当地文为葡萄牙独立，哦，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但是奥美夫加入联合国，到刚好就迄个印尼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7月变作印尼的一个东帝汶省，哈、哦，其中20年的统独战争，哈、哦，造成差不多10万至15万人死亡。那么东帝汶在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哦，举行动个那个公全民公投，当然大部分人拢同意为印尼独立，哈、哦。但是公投到同年的9月，差不多1个月时间，印尼军阁台西才有清晰的同意帝汶人，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的基础的设施，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也阁是全世界上散车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来援助，啊，这敢是咱要独立的结果吗？哈、哦，这款的独立的结果，你敢袂？
同款，咱边后一个罗马国家，比印度尼西亚佫较大较人佫较济。伊都敢若约一千万人来呐，照这个福茂安尼，互伊咱咧看一排安尼吼，一千万人咱就惨嘛，咱较倒嘛输吼。好，伫美国政府管辖下来做一寡比较啦吼。一线之隔，吼，咱以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做一个比较。这个是墨西哥州，下骹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真奇怪，墨西哥国的人拢做个为这边界安尼偷渡入去墨西哥州，什么原因？就是，迄个美国君主占领这个所在，变作尾啊，变作美国的一州，这个所在较好趁食，啊，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好，好，但是你看，边边一线之隔哈，每家边界，你刚好看到美国。的人走去加拿大，还是刚好加拿大的人偷渡来美国？无，因为生活水准变悬，吼、哦，免走来走去，阮兜就解好过啊，吼、哦。后来来比较这两个，一海之隔，共军占领中国，美军占领台湾，啊、哦，这个来做一个比较。你若差不多二十年前，足侪中国人拢为迄个平潭岛，有无？坐渔船啊，来咱新竹的南寮渔港遮偷渡起来，啊，有的去屏东的哪边东港啦、枋寮迄边偷渡起来，啊，迄就是台湾伫美国军事占领下，虽然是中华民国代理，但是起码伫美国的管控之下，咱也阁比中国较好、较自由，所以好趁食，因迄边吼，咱就台湾钱讲阴卡吧，所以中国人做爱偷渡。来台湾做苦工嘛，甘愿哈。好，好在在咱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呢，咱啊迄个阿强啊，甲咱军事占领，咱就惨嘛哈。咱就唔在迄个上一队来劳改哈。好，啊，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吼，咱有一个好处，免税，免做兵，哈。咱若进出口去。美国的物件免税，而且国防甲军费爱美国负责，哈、哦，剩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家园。当初日本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对吧？就是日本拢免开军费，啊，尾啊美国发现讲安尼唔对呢，好啊，我拢在来过条条，啊，你拢发展经济，啊，你伫趁钱。啊！我一直在了钱，到尾啊，讲慢慢来，你家己爱创一个自卫队，你爱家己顾你家己的国土，你袂使拢靠我。哦，自卫队是安尼来的，无本来是和平宪法规定，日本袂使有军队啊。哦，还是因为安尼，才开始有自卫队哈。美国那不是讲啊啦哈。好，咱以台湾的名来申请入联合国哈，来做一个探讨了哈。要入去联合国的资格是要以国家做单位，吼、哦。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嘛，吼、哦。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嘛，吼、哦。要有人口、领土，要有政府，要有外交权，吼、哦。哎，这四项拢有，但是台湾国无人啊，因为咱即马这人口，咱的潜在的国籍是日本国籍。啊，这领土可是日本天皇的，不是台湾国的。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也不是叫做台湾人的台湾政府，不是。啊，外交权也无啊。你跟二十三个国家签的那个小朋友国家是用中华民国用钱去买，用中华民国外交官、外交部派人去跟伊签建交公报，不是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绝对不是一个国家。那不是国家，你就无资格入去联合国。但咱台湾看个足像是一个国家呢，吼，什么都有啊。所以我定用一个例，敢那一只狗，哦，你身躯甲洗好清气清气，我那甲穿西装安尼，佮再趴起来，手牵嘞，来，咱来户政事务所，就联合国来办身份证，拄啊同款安尼啦。有人的样式，好像足像人诶，但是你都还未进化做国家，
你都要个是狗，阿袂进化做人，所以你袂使无资格吼。哦，这个国家呐，要唔是你就没有资格。我到今天也冇看到一只狗，讲会提身份证出来我看。所以用台湾的名义买入去联合国，冇可能哈。因为咱台湾的目前的国际地位日趋美战，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啦，哈，也唔是国家哈。卡苏讲台湾啊，真正要建国，你嘛要照国际法、照步来吼。啊，有五个步骤，哦，你咱注意看，就是美国君主政府爱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把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持，吼，主持一段时间稳定了，咱爱要求美国跟日本的母国来讲这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签这个协定，那么咱等于日本了后，咱也要搁为日本独立出来，咱来要求咱的母国订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有这个法院，根据这个法院来办台湾公投，来决定未来的前途。而且这个公投，你的选项袂使干那讲独立建国呢，嘛爱讲是毋是要搁继续留伫日本内底？啊，就要跟日本变做一个邦联，啊，就要做一个中立国，啊，这拢爱做较侪选择，唔是像克里米亚即马讲，干那会当到要做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袂使。所以有联合国个判定讲，克里米亚公投是违法，啊，违反国际法，无效。好，那么咱可以中华民国个名，伊要重返联合国。要安怎重返？来看嘛。1975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500号决议文，伊在底讲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做中国伫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为伊伫联合国。组织甲所属的一切机构内底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啊，你注意看，是干那个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所以伊迄个名牌、迄只刀啊、甲迄衣啊，名牌写 China 嘛是要下伫遐，只是坐迄个人中，蒋介石的代表向赶出去，即马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坐伫遐，所以中华。无论只是中华民国，拢简称 China。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 China。伫外国来讲，只要你是代表迄大片的中国的人就好啊。吼、哦，那么咱台湾头拄仔咧讲，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伊是讲我要无要跟你抢 China 迄个位，我是甲你做一条刀啊，一条椅啊，做一个台湾的名牌，我要来坐到你的边啊。但是你都。要个是狗，唔是人，你唔是国家，所以袂使去，哦，不可以。哦，这衣啊，名牌拢较低了哈。好 ，OK。咱来看 China 的解读，有人安尼解释了 ，China 是瓷器的哈。啊，支那，这是音译，这个日本拢用支那，啊，支那哈。啊，那用台语讲菜哪 ，China， 哎，啊，因家己中国人哩嘛，吼、哦，因遐贪官污吏，拢食，较早咱拢讲食国民党，因即摆讲食共产党，所以因啊暗时啊出去外口食吼，拢嘛食开公款，伊都问讲吃哪，哈、哦，一堆食了对吧？过来，啊，即摆有诶要开路要拆，我即摆都地买好好，看要位对拆过较好。我的厝拢，我买的地准变大路边，变建地安啦，哦，要拆哪？好，啊不，你要提钱，哪边有钱哪？全，好，好。那么，伫国际法的定义内底，中华民国已经1949年就死亡啦，啊，所以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嘛，哈、哦。那么，敢那像金门、马祖、残余国家，啊，这算。
我讲到煞过头言，好，我讲完哈。那么一再讲像四爪活尾流了哈，剩头前拢死啊，剩一只尾啊咧拖咧拖咧。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所以无法度还人哈。那么台湾国还未出生，所以没有办法入人，一个死啊，啊一个还未出世哈。好，我今天先讲到这，好，明仔再继续，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下课休困，好啊，餐厅遐有点心会当食，好，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用，好，下课休息，谢谢。